今天这些什么？你整的是辣椒，因为外面买的辣椒的干呢、啊，你没有留意的，它里面黑的就代表不辣椒发黑了、歪掉了。但是没办法，我们因为他们商家要赚钱嘛，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后来我改了，就敢吃了。咁啊，怎么做辣椒的干？我今天介绍麻油。粒辣椒给你们，怎么教你怎么做辣椒那种干啊？你看我，因为我平时买的辣椒呢，如果吃不完，拿这个啊，里面放块布，上面放提素，那么锁的水分，令它的水分尽量跑走了。那么然后呢，你选辣椒的时候呢，用你发觉它。软软了，其实那个可能太多了，那里面好像没有收光水分，但是又发黑呢，就代表它已经歪掉了。那么最后呢，怎么小小呢？我贪心了嘛，那么不小心放很多不记得放好。那么还有呢，那个尾巴呢，千万不拔出来。如果它是拔出来呢，就代表很容易歪掉了。为什么？它的水分啊，好像那条啊，如果它水分你放那度，你没有条尾巴，它就啲水分锁在里面，那条辣椒就会歪掉。所以如果没有尾巴嘅，最难要丢了嘅比较好啦。咁啊，怎么保存呢辣椒干啊？我就是用呢个方法，可能太多了，你看，又没有烂掉，还好。咁啊，怎么做呢？我教你怎么做啦。如果它干了了，因为我没有时间，干了咗之后呢，你看我呢只好美啦，我呢个放冰橱里面啦，你看好美的，就是用呢个方法，呢啲差不多干了啦，那条收水了，干了啦，又放在里面啦，我懒惰，没有时间，不记得，嗱呢啲可能太多啊。就变成它很难收光水分，没办法了。嗱，呢包已经干了啦，怎么做呢？它如果嗱，呢个辣椒我介绍了啦哈，一定要保存尾巴。如果没有尾巴系不行的，没有不行的。所以等一下啊，我出来做，没关系。我介绍怎么做辣椒干啦。咁啊，今次我做辣椒干啊，那个嗱，呢条好美啊！我首先剪了个尾巴先，咁啊证明它里面有冇烂掉啦，有冇发黑啦，你看到，好美的，白白的干了啦，因为这样比较容易挥发个味道走出来，咁啊然后这样咯，咁啊剪碎碎了啦，咁啊我准备一个樽，怎么装进去啦？我很多办法，先，不要紧。放放冰柱得啦，咁然后咧，我怎么做呢？因为呢种咧，我做东西很要快同埋方便，因为我十分啊拿手就做啦。OK， 好多，没关系噶，漂白水没关系噶，你浸睇只桶都浸后，大概几多天没问题，两三天、四五天、一个月也没问题，浸在水里面什么挥发了啦，什么味都没有了啦。呢啲嘴巴，呢种嘴巴就是方便我套呢个樽里面，嗱，这个套进樽里面，咁啊，我不想那么夸张啦，有啲时候我哋食乜比较很大嘅，可能要快点，没关系，放一边先。嗱，我拣一个比较适合就 OK 啦。我觉得辣椒干也蛮大嘅，咁啊。我觉得很弯的啦，你看你嘴巴个个都有。我首先选哪个，我都是选这个，比较好，比较容易用得着。咁啊，套在里面啦，刚刚好啦。套在里面，我刚才咧将啲辣椒剪了啦，证明一条辣椒有没有发烂咧，很容易的，剪一剪比较容易出味道。嗱，你看条辣椒好美的。摆摆着，对不对？你外面买不到那种的，因为人家现在就赚钱嘛，贪快嘛，所以我呢就比较喜欢自己做，吃不完也可以变成辣椒干来吃，就比较方便储存了。OK， 我不浪费时间了。OK， 我尽快做了。
โอเค我这里辣椒放这里面嘛我今天就做麻油豉油辣椒这哇自己做好啊外面买的辣椒干啊发黑的歪掉的你们以为果果剪吃你要剪吃对人家你的你啊哎不得赚钱的老板我现在不敢吃外面了就敢带自己做了那么然后呢那么大概那平均了那么我刚才这个的那种买的一包小芝麻小芝麻倒在烘炉里面我已经将它烘到金黄色了烘到金黄色了 OK 等一下先了因为我烘炉怕它出水嘛，那么我给它透一点风就出来了。那么然后这个啦，这个麻油，拎这个已经烘好了，解冻了啦，我给它热，那等一下里面可能发的。那么我将我的芝麻已经倒进去，来倒放边。我做东西啊，什么都想好好的，其实。快很重要啊，就是你洗一下很快洗干净，用的时候你省好多时间的。然后那个麻油辣椒，然后呢，我将那个那个筷子多余的放在里面 ，OK， 放在里面，一定的芝麻放在水都冷了，厨房热的不可以，热的不可以，热的冷重要，冷的不可以热的 ，OK。然后，咁我准备什么啦？准备一只豉油啦。我准备麻油辣椒豉油。嗰种咧，我等一下我示范就轮到咗之后，我再放加少盐咧。咁啊，因为做几下卡，我不可能要等很久时间嘛。咁啊，然后咧我将啲豉油倒进去。要浸满了，一定要浸满了，因为你不浸满它咧。怕它里面发了歪掉嘛，所以我们一定尽量。如果不够豉油的，没关系，就要放一点那种的麻油啦，就豉油。如果你没有水分啦，它不会发的，不会发臭的所以我就觉得还不够豉油，因为辣椒很多嘛。我今天因为要盖过那辣椒的，差不多。要计嗰啲辣椒，所以变成要切粉啊，切咩啲时候咧，咁咪差不多啦。呢度肉，你看呢度，嗱呢度好松啊，有阵空气啦。叫它搅拌，搅拌咗之后咧呢度系蛮重要，我告诉你，因为一定要 try 匀，大概要得出味道啦。最后一个星期要好出来吃，比较啲味道，辣嘅味道全部挥发出来。咁啊，麻咧，咁啲芝麻可以发开了，大大的比较好吃，用麻油不太很好。咁啊，然后咧，我就准备什么？呢只就普通嘅油，不可以用麻油，不需要麻油因为呢种用芝麻在里面，你代替了啦。咁然后咧，我就想，倒多点点。为什么要倒多点点呢？你 try， 就是这么简单，因为。呢种麻油唔系呢种油咧，就是因为它可以解决啲空气，你不需要放冰醋也可以解决啲空气，因为空气没有进到啲辣椒咧，几阵油覆了解油咗之后咧，它就没有空气进去咧，它就容易另一种东西没有容易发臭啦。咁我准备咧，咁啊为你安全咧，点点。我做工夜晚上先的，咁啊拿一个袋，拿一个笠袋，因为完全将它的空气覆住了，就是这么简单，拧紧一点点。然后呢，我呢，你看我做东西，没法子，我晒坏事了。OK OK， 然后怎么做了哈？咁啊，然后呢，就是这么简单。我已经准备一个地方给他的，那个地方就是那个我杯里面，那个杯以前的小的时候没关系啦，我直接放那里面。那么大概因为
大概两个星期一个星期最后两个星期比较好了，它的味道完全挥发出来。如果你吃完了之后呢觉得它小很小没关系，你再加辣椒下去怎么也可以的，再加点豉油精也可以的，OK， 就是这么简单了。 OK， 好，这是给你看了，就是这样完成了，可以吗？